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你们相信吗？科学家经过科学计算得出结论，如果一个人能够活到70年，这其中睡觉的时间竟占了23年。这样一对比，才发现时间的宝贵。以后我们真的要少睡些懒觉，早睡早起，努力工作。